他们是西班牙的绝代双骄，也是国家德比上的死敌。巴萨大胜皇马时，皮克伸出五根手指让拉莫斯瞬间暴走，不光暴力飞铲梅西，还当着皮克的面怒怼普约尔。但皮克的挑衅仍在继续，巴萨取得西甲冠军后，他立刻发文干翻皇马，拉莫斯则是用飞铲梅西的方式予以回击。可就是这样水火不容的两位，却是西班牙国家队的默契伙伴。这不光是因为国家的荣誉，尽管拉莫斯已经将四号塑造为传奇，但在国家队他却总是身披15号战袍，这是曾经自己好友的号码，他渴望用帮助国家队夺冠的方式来祭奠好友。而皮克的妹妹则患有唐氏综合症，只要哥哥输球，他便会异常焦虑，甚至不能呼吸。所以在进入国家队的那一刻起，两人便放下成见，他们齐心协力地击败 C 罗领衔的葡萄牙。面对意大利，他们精诚团结，不知道终结了多少次巴洛特利的重炮攻击，成就了12年欧洲杯西班牙的冠军传奇。这便是皮克与拉莫斯，两位同样硬气又兼具温柔的铁血后卫。